이게 바로 자연의 섭리다. 아싸. 这波得必杀他，不能守。他当然是点蓝了，所以说这波必须杀他。 我怕奥拉夫这个 Q 空了，我靠，没杀死就真的血崩了。我如果不叫闪，奥拉夫这波要被换掉，感觉要被换，他得再 A 一下要还要扛的，会被换。 저를 처치했습니다. 螳螂在上，就这么团队啊！战将螳螂，我们就前期没有去压制这个螳螂，螳螂的发育可能会比较好。 给真眼了，那我可以过来了。我觉得机器人跟螳螂在三角草蹲我。 回家。螳螂应该也在的。回了，回了。我少刷点野怪，我多做点事，多给对面一点压力。 少刷点野无所谓的，我现在就这么团队打游戏，我就是这么的团队，我可以不用刷野，但是我要给对面下路一点压力。 没省，拿个600块不简单啊！
也升个六级，待会拿小龙了。因为上单打得挺好的，一级那么崩，他居然还没有太大的逆风，说明他打得很好。我们待会遇到他能打不过他的。哇，好难受啊！他 W 就刚好好了 ，CD 这么快吗？哇，这我好裂开了！我想到他这个 W 就应该没好的，有点太快了，有点太快了。这波我的，太快了。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好，没看他这个慢买了个 CD 鞋。前锋应该是无了，啥情况啊？干什么？死不了！啊！我操！这威古是真的，兄弟，你摊上事了，我这把我要跟你死磕到底。不是你崩就是我亡。还行吧，也不亏的，一换一嘛。Q 的蛮好，但我可能得出来拿小龙了。
应该稳杀，不好说，要被换，死不了。哇，搞这么极限！用小炮补个装备吧。交闪硬杀那无话可说，秀啊，真可惜。哇，这被他回了。青蛙师没闪，机器没闪，威古斯没闪。这武器还动起来了，
搞这么极限，武器没闪。 金克是12级。 미쳐날 때도 있습니다. 잠깐만.